圣诞节特别篇，凭记忆画经典动漫游戏角色的挑战以后，很多村民都喊没看够。反正也是新年了，村长只好勉为其难再次挑战凭记忆画经典角色 The Second Round。给没看过上期节目的村民再介绍一下规则，我们收集了400多个家喻户晓的经典动漫游戏角色，制作成了一段抓阄视频，放在本期节目的最后。在那段视频中随机点击暂停，只凭记忆画出指定的角色，也可以在观看本期节目的同时和村长一起挑战。在微博、Bilibili、Twitter 上用 Hashtag 抖抖村挑战，铺上你抽到的角色和你的大作，每个角色尽量在10分钟之内画完，不要作弊哦。但挑战之前，我们先欣赏欣赏之前参加挑战的村民们的海量大作吧。苏萧淘淘、无脸男、闪电、兔宝宝、艺术小鸟、游子音、 Zootopia 的狐狸，别人是额头大不是下巴大，小伙子 Thomas， 本来就很恐怖谷的 Thomas 现在更增添了一种变态杀人犯的气息。 I kill ya。 张希，哇哦，画得太棒了，每个都相当传神，画风超棒，而且超努力的画手，大家快去和他成为基友吧。弯树啊 Sakura Chan， 这个叫库拉皮卡还是莫尔亚的，好像还长得比较还原。库拉皮卡说想给你一锁链，但就是这个 Sakura Chan 啊，太颓废了吧。哎哥们儿，有烟吗？ The next one， Any Vizde， 进击的巨人团长，很传神啊，不要在意细节。It's Fula。 还有这一个鬼鬼 Zero， 银特曼里的新白金，从不要在意细节到只有细节了。还有一些村民是以视频的形式投稿的挑战，我觉得都比村长厉害吧。你哪里像啊，不是哪里像啊，这个说话的像我那一口就离哈哈哈哈哈，笑得好可爱。腐殖志 SpongeBob SquarePants 章鱼哥，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光头而已吧，你好意思笑别人，要不要破一下自己那天在斗神 Q 群里挑战的章鱼哥。这啥玩意儿，能过审吗？ OK OK OK， 看到村民们这么简单的都画不对，真是给咱村丢人了，村长按耐不住了。 Roll the dice。 JoJo の奇妙な冒険 Dio Blanco。 刚才浏览村民作品的时候，其实已经秒到这个角色的原作了。村长这种专业级别的画手和圣斗士是一样的，只要看过一次的招数就不会再中了。还有人知道谁是圣斗士吗？老大爷，俺の勝ちだ、このディオだ。头上好像和上次カカシ先生一样有个绷带。要画 JoJo 里的角色，pose要是不扭曲还能叫 JoJo 吗？wait wait， 好像裤裆上有个什么这种心形的标志 right？Good, good, good. Challenge done. 结果发表。心不在裆上，是在腰带上的，穿得像一个普通的健身房小哥。而且其实原著里的裤子比我画的猥琐好多啊。慢慢嘛，不要在意细节。Dio的造型很多了，肯定某一版是能对上的。Roll the dice again. 鬼滅の刃、Netsuko。啊哈 ，Netsuko。村长因为没钱买 B 站会员，所以这个动画只看了一集，不过这个角色的原著造型最近还是经常看的，应该没有问题啊。最新科学研究表明，人类的记忆是真的不靠谱，每次回忆都会有一定扭曲，而且这个扭曲还会覆盖之前的记忆继续扭曲，所以村长生活里从不靠记忆，全靠提醒 APP。 那是因为你真的上年纪了。 Challenge done。 結果発表。妈还好吧，感觉整体成熟了不少。这个 Edo 期待的妈妈桑 Not bad not bad， 穿衣服颜色一个都没对上吧，因为我看的第一集人家本来就是穿的白色啊，村长没会员嘛。No carry on。 Popcorn， 一个经常在抖抖村节目里出现的配图角色，头发是黄色的吧，穿校服，这种发怒的表情应该是特色。So simple 了，把他基友都可以顺便画出来。Wait wait wait wait， Popcorn 的发型不是这样的吧？好像也有个啾啾吧。 Yes yes yes， good good good，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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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e。 结果发表。居
然忘了这么天真的眼神画得跟搞笑日和漫画里来的一样。等等，我画的是 Popcorn 发漏的样子呀，我还没有输。给高哈彪，你别说了，别再给村里蒙羞了。这也许就是这个挑战的恐怖吧，看别人画的都觉得这么简单不可能画错吧，故意的吧，直到你自己提笔画几个。 Round Dice Clash of Clans Barbarian Simper Simper 黄毛嘛，头发很有特色，是像这种像钢盔一样扣在头上。过了冲突的公司 Supercell 的作品，村长还是比较喜欢的。权力近十年只正式推出了五款作品，皇室战争、海岛骑兵，质量都还蛮高的。他们 3D 模型都是这种棱角分明，比较有风格。脸上是不是太光了？有胡子吧？ Yeah, that's right. Challenge done. 結果発表。眉毛也是头发呀？什么古怪的设计？马子把剑倒是画的丝毫不差，你也就只会画这种剑吧，而且颜色也反了。等等，原来抽签里是没有野蛮人的呀，我404个角色一个个数过的。画到野蛮人就不能不提本期节目的赞助方部落冲突 Clash of Clans。 你的衔接手法越来越流畅，赞助方越来越大牌了。部落冲突新年新玩法，弓箭女皇、花木兰现实版新皮肤等各种新增中国风元素，超级有趣，去下载部落冲突春节特别版，开心过春节吧。另外1月到2月在 B 站举办的部落冲突官方活动，投稿与部落冲突有关的视频或图片就能赢取丰厚奖品，从野蛮人之王雕塑到哔哩哔哩专属 Cherry 机械键盘，只要参与都有部落冲突专属头像挂件。参加方式在官方活动页面，链接在简介和置顶贴中，赶快去参加为村争光吧。 Rick and Morty Rick。 我们这个系列的抽签视频也可以检测村民们动漫游戏的阅片量，如果抽10次都没有一个知道的，你可能应该把 B 站的会员给村长用了，还惦记的。这个样子的感觉不是很对呢。啊 ，Rick 的嘴巴是一直淌口水的 ，Right？ Good， good， good。Challenge done。结果发表。Rick 头上没有皱纹呢，而且眼睛这么大，我就说怎么那么像丁老头。慢慢慢 ，Keep it rolling。五马的江，五马的江最明显的应该是披风。以前村长每年参加杭州啊、广州的动漫节，就有很多这种盗版的五马的江的披风买。村民谁家买了的，举个手。又不记得眼睛长啥样了，但这难不到村长这种老油条的。眼睛只要画成这样，眯眯眼是不可能错的。任何角色总有闭眼的时候吧。啊，这毯子上是有机关的，差点中了陷阱。Challenge done。结果发表。披风居然是熊 ，fuck！ 就可乐画对了。慢慢慢，不要在意细节。It's still love。Roll the motherfucking dice。小绿和小蓝。写反了吧，小蓝和小绿的小绿。 Oh my god， 这是在侮辱我的智商吗？这个的话不对，可以被超度了。要不我再勉为其难送你一个小蓝。 Booyah done。 结果发表。Oh no， 我的妈耶， That's not good。谁刚才说这个的话不对可以被超度了？这个的话不对可以被超度了。Anyway， 没有玩过的村民们可以继续和朋友们一起互相挑战，没朋友怎么办？村民们也感谢你们两年来对咱村的热爱和支持，希望以后每年都有你们欢乐的陪伴。春节快乐， Adios And let the dice roll。
了，我说